Hello everyone. I'm happy to be Taipei and come to our show. I hope you enjoy our show. Thank you. Come to our show. フリーアーツ氏です。今マイケルフギャラリーで絵本を展示しています。川島秀明的作品，那非常非常精致，非常细。在作品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情绪，在可能透过瞳孔，看到另外一个世界。那我非常推荐大家到谷公館来看川島秀明的作品。